我心情就晕了，喂！哎，非要魂飞魄散才甘心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！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人间姻缘要大乱了。 伯爷，现在可不是陪就行，你破坏姻缘红线，天帝将会把你贬下凡间亲自修复，渡人间之情劫，你贪生大圣。我叫上官雅，是个美人，祖上三代都是开美人馆的，当年先皇还特意赏赐第一枚的牌匾作为嘉奖，所以我们家就成了岳阳城美人馆之首，风光无限。 可是没想到，一年前保佑我们岳阳城姻缘风水的红鸾树，莫名其妙的枯死了。从此，百姓的姻缘变得离谱起来。哎呀，怎么说和离就和离了呀！这是大势所趋，你不懂的。你看我这样单身多好呀！我就没听说过这和离能开心成你这样的。湖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呐。 一个时辰带三位姑娘过来，分明是个浪荡公子，烂桃花不给你，还能给谁？这个是，这是朵烂桃花。哎，这里肯定有鬼，你给我等着。 你谁呀？神仙后面藏的人，大家快去看看呀！啊，快看看！大家快去看！第一枚根本就是骗钱，黑店。相亲的，我们相亲呢。放肆！你谁呀？退钱！小姐，退钱！别跑！退钱！过去！别跑你！你秒是再过来。我。 我不记得了，逗我呢？你是不是万远明派来的？万远明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千防万防，就怕他来捣乱。结果倒好，出来你这个冒失鬼！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一闹，我损失多少钱啊？给钱。喂。 晕了，哎，提前就晕了，喂，那个，你醒了的话，就聊聊赔钱的事呗。哎，干嘛？ 怎么着，你没钱，让你家里人来赔啊？
家人。什么是家人？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？哪儿的石头？别跟我说这么多，赔钱。我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现在赖账都这么不讲究了？不过你演得挺好的，但这钱呢，你该赔还得赔。放心，我不会赖账。那行啊，一共是多少来着？58两3钱2文。你莫不是趁我失忆了勒索我？你还想倒打一耙？他们不都说你这是黑店吗？懒得跟你说，愣着干嘛？上啊。上哪儿？上房顶，把你砸出的窟窿给补上。怎么补？就是拿瓦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铺上去，懂了吗？我不做这样的事。哎你还欠我钱呢，你还挑活儿。是只要把瓦片放上去就好了，对吗？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哎，那个，你那个只是那啥上去，你这都有没有那啥，还不一定呢。那有梯子，自己看。这是寄人篱下的态度吗？上官雅。你还敢出来？你个骗子！你个骗子！骗人的明明是你，脚踏几条船！你还敢胡说？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给我打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接着跑啊！往哪跑？给我上！命只有一条，我劝你们珍惜。杀！我的腰带，把衣服还给我。怎么这么大风啊？你怎么才来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走了。这么乱，你看不见啊？你看，
这到处都是事儿，能不能搭把手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关系可好厉害，挺闲啊。下面这么乱，你不收拾收拾啊？不是，下面这么乱，你都不帮忙收拾一下啊？又不是我弄乱的。你是在这里住的吧？赶紧跟我下去收拾。你好吵啊！我好吵？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跟我下去。哎，你太过分了！哎，给我捡起来！不行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必须给我衣服。我都没说你没给我捡起来，你太过分了！松手！你不讲道理！你欺负我！你欺负我！快把衣服还给我！你不行，我不会给你的，给我捡起来啊！放手！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今儿就不让你走。嗯，我的腰带，把衣服还给我。还给我！给我捡起来！女儿，你爹来了，衣服我不要。女儿，哎呦我去，这干嘛呢？这是这么乱，这女儿人呢？这不是女儿的钱包吗？还鼓鼓的，那我就不物归原主了。哦，红烧狮子头我最爱吃，我最爱吃红烧狮子头，哎呀，好开心。我刚办完事，正好路过。啊，你要不先把牌子放下来？你这毛病能不能改改？说窜就窜，下次先说一声。好像是有人闯进来了，走，我们混过去。走，这有狗，你快下来，我不下去，我不喜欢毛茸茸的东西。你别走，你回来，你走吧。回来就这么吵，我吵 是我吵吗？你看见我从屋顶上掉下去，你不叫我，你知道那群人是怎么
都是我的吗？你无情，你冷酷，你不是人，你白吃我家饭了！哎呀！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女儿啊，这大半夜的跟他吵什么吵啊？这是他看见我从房子上掉下去，他没救我。哦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我女儿。为什么？还吃什么吃？你给我等着，你有你好戏看。你等着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这是你坐的地方吗？有事吗？我考虑过了啊，我们这儿只是没人管，没有权利把你留下来。况且，你这几天的所作所为和你造成的损失，让我很不满意，所以你走吧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老兄啊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叫你上面那个叫什么楚叶的来履行婚约。如果他来不了，你们第一枚失信于人，理应遵守我们岳阳城的规矩。就是，如果不能按照约定，那就得滚出岳阳城。没错，3天时间滚出岳阳城，就给你们3天。3天时间滚出岳阳城。这谎撒出去，怎么圆呢？那就临时找一个人呗。临时找一个，临时找一个。临时找一个，全城哪个不知道咱家底细啊？临时找一个去哪儿找？我想一想啊，我好好想一想啊。行。我想一想。想一想。我再想想。停，站住。就是他，他就是楚玉。我们都商量过了，既然你没地方去，不如留在这儿。有什么事儿跟红豆和连连讲就可以了，他们会帮你的。你对这个屋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太素了，需要点颜色。一会儿给你搬几盆绿植。我还要个桌子。桌子什么样的？要朴实无华够结实的，还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？要不两个都买，这个地方大，你喜欢用哪张就用哪张。凑合吧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以后咱们都是自家人了。你就是我的未婚夫楚叶了。未婚夫？我又没答应你。我们忙了一上午了，你那是你们自愿的，我又没逼你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你真的是，小姐，干嘛？别吵闹，你又干不过来呀，小姐。各位，你们会跳胡舞吗？不会。巧了，我也不会。但是，书上是这么写的啊。跟我学。走。
手扭起来。小姐，你还会这种东西啊？生活所迫。小姐果然厉害。请。快停下，他来了，这么快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走走走啊！哎，这女人真是疯了。等一等，公子别走。再给个机会嘛。嗯？他们都不用了。就你吧，我不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跳舞没他们跳得好。没关系，就你了。下去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别用锤的，用捏的。没问题。捏。没劲儿啊。你是没吃饭吗？手没劲儿啊。你好像很不情愿啊。没有，我为公子做什么都愿意的。好，你想干嘛？我卖艺不卖身的，停！沈冠雅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能干嘛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如果他不肯帮忙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你，那是不是得先让他喜欢上你才行？嗯，有道理，是吧？哎，等一下。你这个眼睛画的什么呀？还有你嘴巴，这像涂了鸡血一样啊！哦，不，宝宝，爹爹，这个叫胭脂，我这叫美人计。走了。啊，好。你眼睛还好吗？我好不好不重要，你好不好才重要啊。这个是我给你做的早饭饭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还行吧。就还行啊。嗯。这个家伙
还真是难伺候。看来我是没有机会，陈心迪也没了，没办法造福一方百姓了。你怎么光哭不流泪啊？那是因为我哭了一整天，泪都流干了。我是要与第一枚共存亡，眼看这三天期限就要到了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谁也别劝我，谁都别劝我，公子你别劝我，公子别劝我，公子这么劝我，我都要死了，你都不劝我？不劝啊，反正你又不会自杀。那万一我真的死了呢？那我这耳根子才算清净了。上官掌柜，这都是你逼我的呀！啊！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管我闲事儿？他就是楚夜。对，他就是我们姑爷，刚来的。那你的眼神能不能稍微的深情一丢丢？其实我是找你有点事儿。何事？御史大人想见我们。拜托你跟我继续假装未婚夫妻。我们说好一起应付万远明，怎么又跑出来个御史大人？对付万远明是权宜之计，这事儿捅到御史大人面前了，要是露馅的话可是欺君之罪。你就说我不在。哎呀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你帮个忙嘛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见死不救啊。你要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满足你，尽量满足你。我喜欢吃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喜欢做什么？不清楚。你是何时爱上我的？没爱过。哎呀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啊？能不能走点心啊？你要把我当成真正的御史大人来回答问题。你确定那御史大人跟你一样笨吗？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那你的眼神能不能稍微的深情一丢丢？其实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小姐，他明天要是露馅了，咱们第一枚可就完了呀。我保证今天晚上我会让你做到，你的眼里只有我。小姐，我真的挺不住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旁边这位都要梦游了。你和红豆去睡吧，事儿交给我。我一定要熬到他眼里有感情为止。亥时快到了，如果没什么事我去睡觉了。成不成功在于你，你为什么眼里一点情意都没有？不许走。我和你想了这一大晚上的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共情的感觉？没有。那换上，穿一样的颜色，显得我们更像情侣。我不穿女子的衣服。什么颜色？这是男装。那也不穿。你，楚夜，阿言，瞧瞧这坚如磐石的小胸膛，还有这绝世无双的美颜，
这区区一件衣服是掩盖不了你浑然天成的王者气质的。虽然说你说的都是事实吧，嗯，但那我也不承认。嗯，好说好商量，你不听是吧？看来你还是没能领会我昨天晚上的意思。来，躺我边上，咱俩再深入的、详细的聊一聊，培养培养感情。你躺在我床上培养什么感情？我不躺这儿，躺哪儿啊？咱俩就像昨天晚上一样，就盯一炷香的时间，行吗？来，你是个女子，可以注意注意分寸吗？哟，你还是个男子呢，还说话不算话。昨天晚上已经口口声声答应我了，今天就因为一件衣服就反悔，办事也太不大气了吧。干嘛？我换衣服，出去。我帮你。你哎哎！等，我出去。嗯，错了。上官掌柜被姻缘之事以身作则，很不错。看你年纪轻轻，应该还没有许配人家吧？回大人，小女已有婚配。真的假的？这就是我的未婚夫。你介不介意换一个？嗯？本官是问你介不介意换一个思路解决姻缘问题。其实我是想问，姻缘大会成果如何？小女惭愧，未促成即对。上官掌柜有心为大家奔波，皮心可嘉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必惭愧。你脸上有脏东西。干嘛？大人，这是我搜集的城里适婚男女的名单，大人你要不要看？这种小事一会儿再说。这还是小事儿？难道那日在公堂上他假意拉拢，现在要和我算旧账？我记得你爱吃糖，就特意从京城带了很多，都是给你的，尝尝。糟了，连我爱吃糖都查得出来，这人太不简单了。尝尝。谢谢大人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京城的糖当然好吃。京城的糖再好吃，也没有岳阳城的好吃。这句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故弄玄虚的？你知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？第一个是小时候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人您什么意思呀？你难道认不出我了？恕民女眼拙。上官姑娘，你还记得这张糖纸吗？嗯，这个有点眼熟。
这个是10年前你给我的。啊，大人，你也在岳阳城住过呀？对啊，住过。所以现在你应该想起我是谁了吧？哦，你是城东棉花掌柜的小儿子。不是。你是城北卖粮食的小儿子。不是。那你是儿子？这块糖是你给我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啊，你是我爹的儿子呀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当时外祖父打我的手心，还是你来安慰我的？你外祖父是谁啊？当时住在城东区新柳巷那边。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了？嗯，他一个女儿嫁给了皇帝，一个女儿嫁给了丞相。那你是谁啊？就你还那么多废话。谢谢你。你开姻缘大会之前可是打过保票的，什么公子姑娘都是你亲自千挑万选选出来的，我们这才交了保证金，对不对啊？对呀，是啊，是没错。结果呢，我女儿和她相中的公子相处还没两天就闹分手，把我的保证金给我，把我女儿的精神损失费给我，给钱。对，给钱。哎，我这人很好说话的，对不对呀？我们第一枚也没什么钱的。没钱？那你拿东西抵呗。姐妹们给我搬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说干嘛呀？哎，你说我们干嘛呀？你说干嘛呀？你说干什么呀？你说干嘛？住手。哎呦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谁敢再次撒野？谁呀？这是你啊？你仗着有点武功你就欺负人了啊？欺负人？你真敢动我一手指头试试？真的啊，你试试啊。你敢动我，哎，我还就不走了。我不走了，我就不走了，就不走，不走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哎呀，别揉眼睛，我带你吹吹风就好。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桥，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，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，我悄悄为她订美丽的妆，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。借一下吗？这么小气。你干嘛不用自己的？我新买的，我舍不得。穿小金条，新鲜的情侣衣裳，我们
你不借就不借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。你刚刚打了，这样。你也挺不易的。你在安慰我？不明显吗？那我该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下去吧。你干嘛？这个时候了还能睡得着？子时啊，天亮之前背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俩对戏的戏本。什么是戏本啊？就是我把这几天秀恩爱的内容都写下来，你背下来照着做。家披风靴寒问暖，染扣单情意绵绵，画蛾眉眉目传情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么多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那不行，我要加几条。不许有亲密的肢体接触，不许有肉麻的话，不许对我发脾气。切，你上下嘴皮子一动，说的倒轻松，要加你自己加。公子哪来了？这是我从京城给你带来的礼物。这个是产自福林国的砗磲石，代表着吉祥如意。这个是来自波斯的珍珠，可以做成耳环吊坠，能更添雍容华贵之气。嗯，这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了。不，小时候你不也经常给我糖吃吗？现在一颗糖换一颗珍珠。你这账算的也太不划算了，以后别做生意。不，情谊是无价的。小雅，快把我披上。小心凉啊！天气如此炎热，你为什么给小雅穿这么厚的？我怕冷，三伏天都冷。在外面坐了很久了，进去休息吧。这是稀奇啊，我很少见有男子为女子做扣单啊。我们家阿爷平时就喜欢跟我做这些事情啦。楚公子，你可以为上官姑娘屈尊染扣单，然而双手却隔帕而舞，这在下就有点看不明白了。你们这是亲密还是避嫌呢？
嗯，你们要干嘛？哼，你别过来！因为你是个小呆子，小呆子呀，是不？你干嘛呀？你就别逼我了啊！这都是你自找的！你放开我！啊，救命啊！啊，救命啊！魏明，你个王八蛋！啊，我不进去，我不进去！上去！魏明，你要干嘛？哼哼，你要干嘛？这么好的夜色，我要让你吹吹风啊！啊啊啊！魏明，魏明，你放开我！当我没说。就是突然过来了，突然的也太突然了吧？你跟踪我？没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河灯最亮，哎，我娘听到我说话了。那是因为我在里面放了两个蜡烛。你真的很扫兴。哎，你再不许愿，河灯就飘远了。娘亲，请一定要保佑爹爹和奶奶身体健康，也保佑红豆和连理，也保佑楚夜早日找到他家人。那你自己呢？我作为第一枚的掌门人，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怎么保护好家人啊？我在这儿没有家人。第一枚就是你的家啊。得了吧，你今天说完了明天就忘了。我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。那拉钩。在楚夜没有找到家人之前，第一枚永远是你的家。只要有我一口饭水，就有你一口粥喝。做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应该是你对我做了什么吧。我
哎，走吧。那啥，是不是有点细了？行不行啊？那你待在这儿。那你先试试。上官姑娘，你的名字不再发现照亮黑夜，有一个梦里一旦发出了，好厉害的情况，比我厉害多了，成了花青春去刻画，初见的他人间一草梦和你多好的时光，和我好几年你那也叫轻功，你顶多是翻墙。可惜他是个男的，要是个女的，我定和他一结金兰。啊？那以后我是不是？得叫你博眼了。不。是听您的，反正楚月这个名字我也听惯了。不出去。哎呦娘啊，那就多注意着，奶奶她不想你搬出去。听奶奶的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没想到你这一年调和了这么多对夫妻啊。哎呀，这些媒都是我们第一媒之前做过的，不能拿了人家的钱就不认账了呀，做人得负责。你怎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？来你们家这么久了，有点无聊，想找点事儿做。我知道你就是想制造一些和我在一起的机会，但是别痴心妄想了，你是没机会的。我之前说过了，我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，记住我早上和你说过的话。放心吧，我记着呢。井水不犯河水嘛。还有，你想多了。那你不是想到这些的话，难道你想做媒人？不可能的，算了吧，就你这样的当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小呆子。小呆子呀，是不？